儿子，坐着，坐着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圆圆又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呦，不是圆圆，是我要跟他。哎呦，你说我爸这是怎么了？这一脸的旧社会，谁跟他有仇啊？哎呀，你爸那脾气你还不了解？戏迷，他说戏剧频道一会儿有一个老戏，这不正等着要听吗？得了吧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这话你连冯鑫都骗不了。你们呢，就是拐不过这弯来。你说我现在娶都娶回来了，咱就不能和谐点吗？国家现在都提倡和谐，咱家倒好，到处是雷，不定踩哪儿，咣就炸。儿子，你是说我们？你们呐，你们就是瞧着他不顺眼，处处拿他跟刘小占比。我就不知道他哪一点比不上刘小占呢？人家自打进了公司就开始跑业务，给我揽多少大客户啊！人下了台面能吃苦，上了台面能唱歌，心疼我胃不好，顿顿替我挡酒，自个儿喝得稀里哗啦。那有什么好啊？那不是心疼您儿子吗？人还聪明好学，自个儿考个会计，把公司的账账得是利利索索。儿子，不是妈挑事儿啊。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？你得提防着点儿。以后你公司里头的事儿少让他掺和，人家小战从来都不掺和你们公司里的事儿。刘小战，他有那个能力吗？他掺和得了吗？人家小战不是不懂你那。我跟您说，我跟刘小战已经彻底结束了，那篇翻过去了。是，从小你们收养了。跟他有感情是吧？可我现在的法定妻子是孙媛媛，她是咱家的儿媳妇儿，是咱冯家的人。你说我一天到晚在外边累死累活的，你们就不能和睦点，让我也省点心？你们大家不都舒服吗？儿子，别怪妈说话不好听。说实在的，我和你爸就是因为心疼你、可怜你，看你太累了，怕你受委屈，所以才同意你把圆圆娶回来。儿子，你自己说心里话，他是个过日子的人吗？啊？人家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花钱如流水，大手大脚，什么贵他买什么。你看他那些包啊、鞋呀，都快堆成山了，就怕把那商店都买回来了。儿子，妈心疼你。你挣点钱容易吗？啊？你这么年轻，血糖都高了。儿子，你不是提款机，你知道吗？妈。你说这话不合适吧？我什么时候把国强当提款机了？你问问国强，这公司要是没有我孙媛媛，能有今天吗？换个角度说，我是在花自己的钱，是吧，国强？你说话呀！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先上去，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你妈的话？好，那我还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呀？我走，现在就走。我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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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永金，把门开开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听见没有？给我开门！好，这个混小子，有本事你一辈子都别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欺负我，老子想的一起杀我，惹不起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流浪街头，我反正没有亲人，我死了都没人知道。胡说，我就是你亲人，这儿就是家啊。这是我家，人活脸树活皮，我没那么死皮赖脸，我也不受着欺负。我是人，我也有尊严。有什么呀？你说你是我的保护神，你说绝不让我受委屈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是是是，是我说的。你保护我了吗？他们欺负我，你一句话都不说。你儿子处处跟我作对，到处给我使绊子，你亲眼看见了都不管。听听，听听你爸你妈在外头多高兴呢。我愿意，我心脏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他这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，这是他们家，也是咱们老两口子的。老头子，儿子也是挺不容易的，要没有儿子，你能住这么好的条件？哎，要总是这样，我宁可不住。我回他们老屋子去，我和小战一块儿过。